大家好，我是连宇，欢迎来到德社。很久不见，我们依旧用这句熟悉的问好来恢复我们德社的更新。上个礼拜六，我也有幸作为讲师参加了华为手机东莞授权店的一个线下公开课。那今天我精选几点在公开课上的内容给大家分享一下，也希望能对大家平时使用手机拍照有所帮助。在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的时候，我们可以多留意身边被阳光照射到的场景，利用光线的一些变化，结合生活中的细节，往往可以拍摄出一些对比强烈，然后色彩比较丰富的有意思的照片。这张图是在我住的公寓的阳台拍摄的，当时我看到阳光透过公寓楼房的间隙打到楼下的马路上，刚好有一个人骑车经过，处于光影之中，恰到好处。坐高铁经过了中转站，发现一只小鸟停留在阳光穿过椅子而形成的光影里面，温馨而又静谧。这张照片里，牌坊刚好被阳光呈对角线一分为二，一半阴影，一半光明。牌坊下站着两个人，穿黑衣服的人刚好处于阴影中，穿白衣服的人刚好处于阳光中，充满巧合性和趣味性。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非常多具有反光效果的场景，比如说水面、玻璃、镜子，还有雨后的街道等等，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场景拍摄出有对称感、有美感的照片。比如这张照片利用了平静的水面，把远处的人映衬在倒影里，成对的新人、小孩、大人也给画面内容增添不少色彩。这张照片是在粤剧博物馆拍摄的，当时利用了陈列室里边陈列柜玻璃的反光效果，把手机贴近玻璃面进行拍摄，使得整个画面紧凑对称。然后第三点是可以通过我们身边的一些框架进行构图，或者是作为前景，比如说门窗啊、洞口啊、肢体，或者是等等具有贯穿性的一些场景，通过这些场景、这些框架寻找发生在附近的事物，然后进行一个巧妙的拍摄。这张图是在疫情期间拍摄的，可以看到照片的上半部分透过残破的窗户，窗户中站着一个商场的保安，而前景是一尊神像。众所周知，神像在我们这边的寓意就是庇佑平安，保安的职责也是保护一片区域的安全，所以两者都是有一种守候一方平安的意思。这张照片是利用了马的四肢与地面形成了一个框架，透过框架拍摄远处的马，形成了一近一远、一大一小的有趣构图。大家可以看到我前边拍的照片基本上都是比较横平竖直，构图也是比较工整的。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我们可以把手机相机设置里边的参考线选项打开，并且保持一直打开着，有些手机还会有水平仪，有的话也可以打开，这样对我们前期的拍摄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助作用，能够非常直观地看到我们的构图啊是否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想跟大家说一点，在拍摄时怎样才是正确的变焦。我留意到身边很多人在使用手机拍照的时候会用双手去拉动屏幕调节画面的一个远近，可能是以前使用单摄手机保留下来的习惯。我想说的是，在如今这个手机是多摄像头的年代，再用双手去拉动屏幕变焦拍摄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因为如今多摄像头手机的各种焦段都是由独立的定焦镜头构成的，比如说广角啊、一倍啊、两倍、三倍、五倍等等。正确的变焦拍摄方法是需要我们点击相机界面的小点或者数值，
进行镜头变焦的切换，这样才能换取独立焦段的镜头，来配合我们拍摄清晰的照片。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德摄分享的全部内容，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